济公修心不修口，偏偏得罪了一个人，他就是灵隐的监寺广亮和尚。这广亮是武大郎开店心胸狭小，十分记恨济公的本事。他趁济公在大悲楼熟睡之际，放了一把火想烧死济公。谁知济公起身撒了泡尿，浇灭了大火，保住了灵隐寺。可是为了重建大悲楼，要筹集银两和木料，广亮又得依靠济公了。你干什么你？我在扫地呀。你没长眼睛啊？我没看见。哎，你干什么你？我也没看见。没看见，没看见。你干什么你？没看见。我打你。你打我，我也打你。我拿你的脑袋当木鱼儿敲。我谅你也不敢。哎呦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我拿你的屁股当中敲，咣咣咣，哎呀，你再，胖子，监寺来了，快，静安静明，佛门弟子必须六根清净。似你们这样终日嬉笑打闹，是难成正果的。是。你们出进山门必须做些个清苦的功课，以磨练你们的性情。切记三规五戒。是。什么三规五戒？三规五戒的，那道济师傅他整天喝酒吃肉，他总是不管吗？什么？那道济算什么佛门弟子？他每日邋里邋遢，疯疯癫癫，一不参禅，二不礼佛。早晚有这么一天，是要把他逐出山门的。你二人不可向他学啊。是。走，快。静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不知道。静安，你说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可记得，为修建大悲楼，道济在长老面前夸下海口，十天之内要募捐20,000两白银。今天到期了，你们忘了？我可记着呢。去，看看道济师傅回来没有。是。师傅，不见人影。好，你二人就在这山门守候，等他回来，带他立刻见我。是。
哪里有补品哪有我道济师傅什么尖子？这是光亮。哎呀，你快走吧，你去吧，他吩咐我们的。啊，让他来见我。不行，你道济师傅，走吧，走吧，道济师傅，快走，不然师傅要怪罪了。道济师傅，快道济师傅，走啊！快走，道济师傅，站住！你们俩，给我上来。哎。这什么地方？给我兜。给我翻，再翻。我不行啊。道济师傅，老师，静安静明，又在嬉闹。师傅，真没有出息呀！道济，你好大的胆呐！你怎么又把狗肉带进寺院呢？快别吃了，扔了！哎呀，快点给我扔了！阿弥陀佛！哎呀，快别吃了，扔了啊！扔了多可惜啊！香着呢，
你尝尝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哎呀，快给我扔了。哎哎哎，你。刚才只是我一个人吃，现在你扔到井里去了，岂不让全寺的和尚都开了婚戒了吗？啊！哎呀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静安静明，快快打捞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弟子罪过呀，弟子罪过呀，罪过呀，弟子罪过呀，弟子罪过呀！哎，广师傅，井里没有狗肉，只有酒葫芦一个。啊！狗肉在这儿呢。你道济呀，你又在戏弄于我。好，这事且不论。我问你，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什么日子啊？你怎么装疯卖傻？走，咱们去见长老去。走，哎。你别犟，走，走啊，哎，走，别喝光了，给我尝尝。你给我过来，快，走，咱们面见长老，你快点儿，哎呀，快点儿啊，走啊。你就在这站着，你等着。启禀长老，那道济又带狗肉进寺，弟子一再规劝他，执意不听，您看他还在吃啊。这下看你还有什么话说，你转过来。长老，你看他还在吃。哎，见鬼！道济无徒，长老在叫你。长老，你出外化缘多日，别来无恙啊？一壶酒，两块肉，三顿饭，九碗粥。哎，还过得去啊。哎呀，您听着。哎呀，真不像话呀。你还喝酒吃肉？长老啊，只因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，暖风吹得游人醉，这把杭州做汴州。如此说来，天堂有妖孽作怪。回禀师父，妖魔容易降，这人鬼呀，最难缠啊。一派胡言乱语，你平素不遵守佛门清规，何以道德济世？空口白话有什么用？放屁！师父您听。滑稽。道济，你如此放荡不羁，何日才能成佛啊？长老啊，您是高高在上，不谙世事，这样下去嘛，蒲团坐穿了也没有用的。哎，不如随弟子我到人间去化缘一番，经历九九八十一难，领悟妙谛，方可成佛。胡说！你个酒肉凡人还能成佛？凡人，顺我是凡，我非凡。道我是佛，有非佛，无佛即有佛，是凡却非凡嘞。长老，不要听他磨嘴皮子，今天期限已到，叫他交出银子。道济，
你可曾画到银两啊？哎呀，银两的事儿嘛，急什么呢？我说好了吗？53克交银两，现在时辰还没到呢。你等着，我去看看。看吧，看吧。嗯。时辰已到，拿银子来。广师傅，广师傅，外面有人布施来了，是个员外，衣帽鲜明，穿戴华丽，好气派，好富贵啊！啊，快有请啊！是，快快快！广师傅，广师傅，广师傅啊！外面又有人布施来了，也是个员外，白面长须，清奇古怪。好斯文，好礼仪呀、啊！哦，快有请啊！快快快快！广师傅，广师傅，外面又有人布施来了，是个武员外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好来头，好英雄啊！啊！快有请有请！弟子周半成，相目灵隐，佛家乃天下第一清净之地，特来还愿，略尽善心。净赠白银5000两。阿弥陀佛。弟子苏北山，亦是九牧灵隐，今日特冒昧前来还多日之愿，不成敬意，捐白银5000两。阿弥陀佛。弟子罗乃钦，九牧灵隐，今日特来佛寺还愿，不成敬意，赠上白银10000两。阿弥陀佛。三位施主大驾光临，慷慨相助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弟子毕生节俭，博有积蓄，怎奈犬子不孝，赌博成性，家业几乎荡尽，多蒙灵隐活佛济公圣僧指点，才使浪子回头，特此敬谢。阿弥陀佛。我是因灵隐活佛济公暗中诱护，才得以免遭贼人暗算，成刀下之鬼。我乃因灵隐活佛济公佛心慈悲，妙手医病，才使我老母瞎眼复明，痴女完正痊愈了。我等皆因感谢活佛济公还愿而来。哦，我佛慈悲。静安静明在前面引路。是是，三位施主请到禅堂歇息。施主请。道济，道济，道，道济，道济，道济，谁呀？谁嚷啊？道济是你呀。你在这儿打坐呢，我到处找你呀、啊。吵了我的好梦。道济呀、啊，银子花来了，算你能。光有银子还建造不起大悲楼啊。啊，你的意思是，还要我去化缘木料？啊，咱们师弟兄怎么想到一块儿去了？
我不去。有道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。啊，和尚嘛总是你来当，钟嘛总是我去撞。能者多劳嘛。啊啊，我就是化来了木料，你又能怎么样？我当着全寺僧众给你磕三个响头。哼，一言为定。出家人不打诳语啊，就这么办。哎，回来，你要是话不来呢？你心里的意思吗？是还要把我逐出山门的？哎，哪里哪里，一言为定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三天为限，午时三刻浇木头。此话当真？真，真，假假，假假，真真，似真似假，一假一真。嗯，济公领受了化缘木料的任务之后，不敢怠慢，即刻腾云驾雾来到了西天木山。靠山吃山，离了山，这可怎么活啊？他不让砍，又不让伐，我家烧火用什么？可不是。他说不让动，谁还敢动啊？哎，听说秦相府大兴土木，街市上的木料都卖光了。真的？哦。刘才东趁机封山，想高价出售啊。是吗？哦，怪不得，哎，还不是苦了咱们老百姓啊。刘才东，刘才东，你有满山的树，砍你点柴，能砍多少呢？就是、啊，这又怎么办呢？嘿，欢迎大家赏光啊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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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好坐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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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给他点钱，快打发他走吧。
好，我给你几个银子，走吧。去去去，哎，让你家老爷出来接我嘛。你，我说和尚，刚才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今天我们老爷宴请宾客，你怎么还这么胡闹呢？哎，你去通报一声不就完了吗？这和尚不行。好，那我自己去。哎，你不要脸。好好好。你不通报，我自己通报。刘老兄，我远道赶来看你，却不出来迎接，是何道理呀？玉兰花，是玉兰花啊！有玉兰自天而降，员外必有大喜呀！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，同喜，同喜，恭喜，恭喜！哎呀，好香啊！刘老兄。我远道赶来看你，却不出来迎接，是何道理呀？怎么，门外有人？启禀老爷，外面有个和尚要见老爷。今日老夫宴请宾客，和尚化斋嘛，多给点打发就是了，何必多事呢？老爷，小的也是这么说，可那和尚他说是非要您亲自迎接不可。有这种事情？刘老兄请啦！和尚请了。和尚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？听说老兄今日大会宾客，贫僧特地赶来呀。原来如此，那请到后堂吃碗斋面去吧。贫僧远道而来，岂为一碗斋面哦？有口如此，如此说来，和尚敢问为了要钱了？孙磊，快给他文银十两，打发他去吧。十两文银打发叫花尚可。岂能应付我和尚？哎，和尚，你一不吃斋，二不要钱，那你究竟为何而来呀？是啊，是啊，和尚此来非为别事，只求老兄施舍些木料。哦，怪和尚，我倒为何？原来如此，和尚。你要多少啊？啊，不多。包我这一纳衣。哦，这一纳衣能包多少？我看你呀，还是拿十两文银去吧。不必不必不必。我只要一纳衣。好，那也好。我看你也不要包一纳衣了。我那院子里就有木料，你能拿多少拿去就是了。啊，那好，走看看去吧。是，看看去。和尚，这些木料你能搬得动，你都搬去好了。啊，是是。
不行不行，我拿还是不行，我看还是用这那一包吧。那你就包吧。不过你这儿的木料嘛太陈旧了，我想要你那山上的新鲜木头，怎么样？那就随你的便吧。啊，那你跟我走一趟，眼见为证啊。好，咱们大家去，走。这是谈何容易啊！真是。和尚，这两座山上的树木都是我的，你看可够你包的呀？够，够。如此，我可包了。包吧，包吧。你不后悔？我堂堂的刘才东，一言既出，却有反悔之理呀。好，那好了。你看看都脏了，小妹。哎，刘老兄，我可真的要包了。包吧，包吧。你真的不后悔？哎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绝不反悔。好，你是大丈夫。大家作证啊。好，我可要包了。你的妈咪妈咪哄妈咪哄，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，对吧？施主，员外，刘才东，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，对吧？哎呀，活佛在上，弟子有眼无珠，不识活佛真面，真是该死该死，我这该死啊！你反悔啦？岂敢岂敢！只要活佛需要木材，这东西两座山任凭砍伐，弟子绝无二言，只求活佛恕罪。请活佛恕罪。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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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你放心，这些木头我用不了许多。再说和尚绝不吃你白食啊！我不会白拿的，你既然施舍了木头嘛，来年我让你抱一个小毛头啊！这可是真的啊！我不瞒你说呀，我每年都捐国清寺100斤灯油，可是我那女人还是一屁不放。要少做缺德事，要多积德啊！哎，这一代的樵夫嘛，都是我的弟子呀。哦，以后他们上山砍柴，不要阻拦。是是是，不用吩咐，不用吩咐。哦。神了，长老，今日期限已到，可一根木料没进寺院，泥木工匠俱已请齐，可那道迹却踪影全无。长老，此次定不能饶他呀。广亮，长老，出家人以清净为宜，宽大为怀。我看你全放你师弟吧，
得饶人处且饶人呐、啊、长老，那道济屡犯庙规，扰乱佛地，令尹乃清净去处，绝容不得他乱来，不如将他逐出山门，免得后患无穷啊。你不懂，你师弟功德非浅呐、啊、他是修心不修口。长老，平安、嗯、你看见道济师傅了吗？他不在那边吗？道济，道济、嗯、干什么？期限到了，你把木头交出来吧。哼，木头我不画了。啊啊，为什么？哼，我不想看见你输给我，磕三个响头把脑门磕破了。好，你又在装疯卖傻，今天非把你逐出山门不可。走，随我去见长老去。啊，好了好了，谁说不话了？嗯，我说了嘛。那你拿木头出来。我不是说好了午时三刻交木头吗？好好好，我再等你一会儿。静明，静明，师父，你到山前看看有没有施主运木头上山。是。静安，广师父，你到山后去瞧瞧有没有施主把木头运上山来。是。嗯，师父，山前没有人运木头上山。师父，山后也没人运木头上山。啊，好好好。哈哈，时辰到了，叫木头出来。怎么回事？晴天打雷！广师傅，广师傅，不好了，井里的水滚起来了！啊！快叫人接木头啊！快叫人来接木头！快快快来！来人啊！接木头了！快来接木头了！大家快去扛木头！道济师傅把木头的井给运出来了，大家快去啊！真的出来了！哎哎哎！快快快！东子，这么多的木头！别乱，别乱啊！长老，道济师傅把木头从井里运出来了。大家快来啊！大家快来啊！大家快来啊！道济师傅把木头从井里运出来了。别乱啊！哎，往那边，往那边，这些木头往东廊去运，那个木头往西廊去运啊！哎，这边是西边，西边，哎。
快那边都往那边运，对，往东东廊运。100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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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,
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还在出啊！哎呀，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够了啊，你说够了啊？够了，好，够了。金丝和尚。金丝和尚啊，一共367根哦，所有的木头都有了，就是独缺一根主梁哦。这井里还有一根呢。哦，哦，这根正合适啊，正合适啊。嗯，道济师弟，你拿扇子扇扇，把那木头扇出来。哼，你不是说够了吗？现在我的法已经让你给破了，我也没法子了。这根主梁啊，你自己想办法不？师弟，你怎么说这够了呢？我哪知道啊？那快想个办法吧。我有什么办法？哦，快去求求道济和尚。哎，师弟呀，你听我说。你想想法子，帮帮忙吧。你还欠我3个响头呢。好，我给你磕啊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谁要你磕头啊？这样，你呀，去抱半天抱花，这主粮就有了。让我去抱抱花。到底是呢？够了没有？够了没有？最高点。知道了，知道。哎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好，哎，往这走。够了没有？够了没有？到底师傅。来，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我来看，我来看，闪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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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，我看。嗯，好。阿玛尼玛咪吽，玛咪吽。主粮出来了，主粮出来了，主粮出来了。济公因为舍不得那圆照井，就把他也带到了净慈寺。从此以后，那圆照井就在净慈寺落了户，一直流到了今天。